浩哥，干嘛啦？虾皮，帮我庆生。不要，一起来，有其他人那边也没有庆生，唱生日快乐歌啊！没关系啦，生日什么的，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。但如果能跟浩哥唱生日快乐歌，祝我唱生日快乐，最好能够再帮我做个蛋糕。且慢，浩哥，你该不会是要虾皮抢我看吧？双色打天可是有1.2折压轴狂欢呢，还有现在有一波100万跟狂撒千万购物金。浩哥，你是要去帮我买生日礼物庆生吗？真的我太爽了啦！就是瞎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总之12月12号虾皮要生日啦，我决定要帮他做一个生日蛋糕，帮他庆生。虾皮应该喜欢吃虾子吧，所以欢迎来到 Holo 烹饪小教室。我们今天要做出巧克力风味的虾子蛋糕，咸甜蹦出新滋味，应该可以吃吧？虾皮吃虾子会不会太猎奇啊？要准备的材料有椰奶油、面粉、砂糖、鸡蛋、虾子、虾饼、可可粉、盐巴。奶油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天小鸡跟小鸭放学回家，小鸡跟小鸭说：“小鸭拜。”小鸭跟小鸡说：“再见。”我们把5元的奶油、5元奶油隔水加热至融化。我们现在决定先打鸡蛋了，只要蛋黄，所以呢，我们蛋白就把它丢掉。好，就这样，咚，再来加入我们的砂糖。好，嘿，再来加搅拌了。观众朋友们，哥，从来没用过这个，直接快速的、有效率的打蛋 ，Go！ 我，啊，可是还是有一些沙沙的在里面，那应该没关系。好啦，不管了，反正虾皮要吃的，很棒嘎的5元奶油，哎呦，修哦。原来要求端去啊，再加上我们的在巧克力粉加进去 ，Go！ 哎呦，不受控了，不受控了！呀，搅拌器有自己的意识了，挣脱人类，再来过筛 ，Go！ 下雪了，过筛，右手痛，好，然后再来我们加入盐巴。既然是5元奶油，再加盐巴，那为什么要选5元奶油？再来，请我们的搅拌器。来明说怎么会这么硬？小洛说来一明，我觉得可以，大家不要那么悲观。照理来说，这个步骤应该是要很勾勾勾勾的一个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救呢？让它变得更勾？没有，没有办法。虾皮 ，eat it。应该是长这样。哈哈哈哈，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未来要在网上找师傅做东西，不要乱相信。我们刚刚被骗了，刚刚我们就是原本这样的步骤应该是要很就是很粘稠的一个液体，结果全部变这样，对答辩。然后我们就跟老板娘问老板娘说怎么变这样，他说不是，你们刚刚干嘛把蛋白拿掉？老板娘说要加蛋白，加进去。然后呢，老板娘说那你们还可以加一些牛奶，所以我们刚刚在隔水加了牛奶。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险我刚刚把蛋白留着。有人想说为什么不是已经21世纪了吗？你刚刚那个高科技的东西呢？小罗说失败者没有权利用那个东西。虾皮，你可知道这个蛋糕很难做吗？有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没有？来一名，有了，来一名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牛奶差不多了。烫，隔水加热到自己拿不出来。不行，你先不要乱说馊主意。还要，厉害，再把它倒进去。嘿。倒进去了 ，Go， 继续打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跟刚刚比起来差很多。再来呢，我们要加入我们的今天的关键巧克力蛋糕之余呢，我们要加入我们虾饼，我要把虾饼捣碎。不行，全拿来，我要用一个比较扁平的东西，拿出我们的杯子。有了，嘟嘟嘟嘟，继续搅拌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把它倒入我们的模具里面。模具就是一个圆形的蛋糕，圆形的蛋糕进去。哇！再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丢到烤箱里面。我们先预热烤箱。我们现在已经做好我们的那个面糊了，我们现在等烤箱预热。预热当中呢，等待的当中，我们来煮我们的虾子。我们把它布置在那个蛋糕上面，我们就直接不用蒸的。好。Switch on！ 刚刚老师在旁边看到我们做完这一锅，然后他语重心长跟我们说：“我还是帮你们偷加一些东西好了。”他刚刚看完这一锅就说：“我觉得失败。”谢谢。好啦，我们加进去喽，慢慢加，慢慢加，慢慢的加进去，一眼就会成功。观众朋友们，老师出来解救我们，你看这颜色完全不一样。老师说这是布朗尼的做法，摇身一变变布朗尼了。我们把它铺平的，越用越糟。好，待会把它铺平一下。长这个样子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然后抖一下，对不对？抖一下。老师要敲一下，敲一下。
它放进去了，我们烤箱已经约了180度了，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烤盘直接放进去，盖上之后，我们要烤25分钟 ，Switch on。烤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来剥虾子了。其实虾子一直是一道很可惜的料理，它很好吃，因为大家都懒得剥虾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，饭桌上面有虾子都懒得动。但如果有一个人帮你剥虾子，就想吃了。剥完了，哈哈哈哈，无意义的动作，好了，请来一名帮我上特效。没有。哇哈啊！好啊，我告修，我告修。嘿。现在我们蛋糕已经烤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蛋糕放到这边来。这个步骤呢，需要把它先把旁边先把它搓一搓，然后跟那个我们的模具分离。好了，大概8-7分离了。然后我们这样，好险，只是巧克力豆。哎，有了，下来了，哈哈。呜呼，来了哦！哦，请来宾帮我配光的特效。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了有了，好。再来，我们要雕花，我们用这个一个圈圈，哎，哦，啊，它已经也不是花了，它就是奶油。好，就这样，旁边有，这边没有。再来，我们要摆盘了，放我们的虾子，咚咚咚。哎，我们摆出一个太阳的形状，哎，可以，可爱。那我这边要放一个笑脸好了，就是一个虾皮吃完会开心的笑脸。哈哈，哭掉啊，开心，开开心心的虾皮。我们的巧克力风味虾子蛋糕完成。虾皮回来了。来自巧克力风味虾子蛋糕吧！等一下，赶快给我过来许愿哦。第一个愿望，我不要吃巧克力虾子蛋糕。第二个愿望，我不要吃巧克力虾子蛋糕。第三个愿望，我不要吃巧克力虾子蛋糕。吼！现在愿望有用，我找到住地堡了啦。真的有这么难吃吗？我不得不说，就是还蛮好吃的。它整个味道都是巧克力布朗尼，而且谢谢老师。哎呀，这个干妈，我觉得老师真的救了我们，真的变得很好吃。等一下你们不信来试试看，它其实咬不到虾饼的壳，咬不到。我们以为虾饼就要脆脆，没有，它其实虾饼全部融在里面，所以你仔细咬一点会有那种虾饼的韵味。然后莫名其妙虾子搭配巧克力很好吃。蛋糕店们，巧克力风味虾子蛋糕可以开始跟我联名了，好吃，好吃吗？真的好吃啊，你来试试看好不好？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啦，对啊，不。